桌上摆满红梨、小米树豆以及各样农特产。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新威森林公园推出2020新威爱你假日市集，游客除了到新威森林公园吸收大自然的分多金，也提升在地农产销量。听说这边好像就是森林嘛，就是空旷地方现在比较安全一点，就是让小朋友跑一跑这样。由于碰上连续假期，新威假日市集也吸引前往宝来以及天池的民众。 族人除了贩售农特产，更带来不少文创商品，带来我们部落的一些农特产品，像红梨、小米啊、树豆啊，还有甚至于我们的南瓜，这都是我们部落的一个盛产的一个农物。那相对于对于小农的经济收入方面也会增加许多。像这些市集活动的话，我们的销售量就相对的会比较提高一点，对对对。啊，如果没有市集的话，我们就是。 自己在部落就是尽量就是网络上po一些作品。贸管处表示，新威假日市集将持续到5月底，每周末都会展售商品，让民众品尝在地美食，一并推广原住民族文化。原新闻那部高雄六龟采访报道。